小妹今天呢就拿一个菠萝，这个菠萝呢是英姐给我的，她说叫也不叫菠萝，她叫做凤梨，凤梨啊，西瓜凤梨，好大一个的，这个的话我刚才去称过了，都有5斤重啊，我还是头一次见那么大一个凤梨，我现在削开看看，削开看看里面怎么样，平时我们买的那种都是那么小一个的。哎呀，我都不太会削啊，已经熟了，怎么削啊？这样吗？因为没有那个削的工具，我只能用这个菜刀来，我就把它切一圈圈的来削了。那就这样给它一圈圈的把外面这一层削掉了。削好了，你看，你挂在这里，然后呢要把上面的这个一个小洞要切出来，虽然有点麻烦，但是它真的很好吃。现在已经闻到这个凤梨的香味了，很密啊，还没吃都闻到了。看看今天准备用它来做什么？因为刚刚这样吃出来呢，也可以生吃，但是呢，今天我就用来做一个菜，大家可以分甘同味的。大家猜到了吧？菠萝鸭。菠萝鸭也是我们广西的一个特色菜。你看一个，这个鸭很瘦啊。俗话都说了，吃鸭都吃瘦的，一吃才吃肥的。红薯也蒸熟了，好香啊！今天这么多好吃的，哎，哇，好漂亮啊！这蒸裂开了，裂开一点点啊，可以了，好香啊！我先吃一条啊，吃一条，我先尝一个，偷偷吃一个，悄悄吃，不给他们知道。拿去给表妹他们吃。啊，好，我们拿去给表妹吃喽。先搞一点这个蒜头，刚才那位娘美女啊，已经把那个红薯拿过去了。年轻人都很喜欢吃这个红薯的。像一朵向日葵一样。是刚从山上挖上来的，然后就已经泡了几天了，现在我就把它炒干水，等一下放到鸭肉里面就更加好吃。现在这个天气是长笋的时候，你们那边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是春天的时候长，我们这里呢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就会长。
烤鸭肉呢，我就放了一点姜啊、沙姜还有蒜头，再来给它爆香啊。我说这一盘只有一个凤梨，老表说不相信了。真的不搞笑，现在有那么大的凤梨。对啊，平时我们都是要放大的。那么大那么大个，现在你看，再要还要那么大还。所以说，有很多东西你都不懂啊。这是用来烤烤鸭肉，帮忙烧火啊。这个鸭肉已经烤熟了，我就把这个笋粉放上来。全都熟了，就把刚才这个凤梨倒进来。哇，这样一大锅了。大锅哦。啊。来，要认他的功劳了，你看。然后刚才在一起煮的时候，因为他回来就好了。家人不说两下啊。哎，我听朋友们都开始到我这边来投诉了。投诉啥？说你有私房钱。哎呀，这个哪里有私房钱？他说尝到那个蛇把脚底挂。你看，我这个蛇都是你姐给的。大家不要告诉九妹，我有私房钱啊。好嘞，就加一点辣椒，哇，就完美了。九哥一点点私房钱，你们都告诉九妹？有多少啊？下次我不跟你们说，我有私房钱。可以了。哎，老弟，你呢？得了一盘，那边还有一盆，盆不知道能不能蒸饭。来，酸菜了，都给你们先吃吃，后面更加丰富了。样味给我，样味有那么好的样味。吃饭了，肚子饿了。来，这个凤梨啊，放下去炒的时候一定要等鸭肉熟的时候，差不多出锅，放下去一捞就可以上锅了。你捞我捞了很多捞了。如果炒得太久的话，这个鸭肉会变小的。很甜很腻啊，放鹰嘴壳在这里吃，上去这样它大多带一点过来，然后再煮给它吃。真的很好吃哦。好，我们就吃饭了啊。吃饭了，拜拜。要等一下老表他们还要去干活。这里现在好省油了。我吃这个鸭脚。大家好，小妹现在今天就把这个鱼干果把它洗散好，然后拿来腌制，这样的腌制放很长的时间都不会坏的。如果你这样生吃的话，吃不了几个的，刚放进嘴巴的话是有点苦，然后马上就去喝了一点白开水的话，它会感觉到很甜的。要是烂的话，拿去腌制都会变成会坏得更快，所以呢要看好。好了，刚搞好了。其实这个也不是坏，这些就是有了一点，也可以吃。可以了，现在我就放到外面去。太阳底下凉干，然后就可以灌进去了。最近呢，我做的这个叫咸辣，我就不做以前那个浸泡了，换一下口味。凉干水就可以了。现在这个鱼干果还没有凉干，我就来尝试一下前几天做的这个。
这个闻得挺香的。好脆啊，真的很香。里面的花椒啊、八角啊、辣椒、蒜头的味道可能泡出来。有没有听到？真的很脆。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吃了。嗯，太好吃了。这个辣椒它自己偷偷的在这里长，放点蒜跟点辣椒，这个蒜跟辣椒一起放上来，其实原计很简单，就加酱油，或者不加酱油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加这个白开水。再加一点白米酒，自己要是给它保鲜，这样它就没有那么容易发白了。加一点点就可以盖过，但是呢，过几天之后它就会变皱，也就不加了。马上梳手的时候，它这个油干果就会掉下来，所以还差一点，不要紧了。好了，酱油泡的油干果已经完成。你看，这个自己也是它成熟的时候啊。大家如果到山上去摘的话，就可以跟你准备这个来腌制。如果你要爬到大山上呢，大家注意安全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